敏感时期，日本再次挑战中俄底线，两大底牌已经进出了，中国和俄罗斯会作何反应呢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忠诚 Talk。近段时间啊，美国在珍珠港事件的周年纪念仪式上，公开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牺牲的日本士兵予以赞扬，将珍珠港事件视为美日关系的友好象征。如此刷新下限的纪念活动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算得上是独此一份儿。而这背后所反映出的美日苟合，主要的矛头却恰好是在对准中国。近日，就在中国国家公祭日前后，日本接连的动作，属实是令人愤怒。第一件事情，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正式召开协商工作组会议，并就国家安全战略保障等三份文件的修订方案达成了一致，预计不久就将会正式公布。日媒对此提前透露，称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，并且还将进一步给日本自卫队松绑，加入对敌基地打击能力。第二件事，美国和日本方面在对华芯片设备出口管制问题上进行了讨论，预计不久日本就会对中国采取芯片和芯片设备出口限制，遏制中国芯片产业发展。第三件事情，日本公布了最能代表日本社会情绪的2022年度汉字，由此一窥日本国内思想的激进与偏执。和平主义正在死去，好战思想正在崛起。在如此敏感的时间段内，日本的一系列做法，要说没有挑衅中国的意思，那纯属就是自欺欺人。很明显，岸田文雄政府如今彻底让日本沦为了美国的战略附庸。如今的集中爆发，恰恰就是底牌尽显的时候。第一张底牌，其产业经济底牌。当前呢，尽管日本出口规模持续减少，贸易逆差也已经连续数月，汇率市场更是惨不忍睹。但是，即便如此，我们也必须看到日本的高端产业底蕴还是有的。而此次美国拉上日本对华进行芯片围堵，恰恰就是看到了日本半导体产业仍然强大，害怕其对中国产业有所提升和帮助。这次是芯片，说不定下次就是其他经济产业了。第二张牌，战略威慑牌。分析当下的亚太地区局势啊，美国在主动地往第二岛链的关岛撤，而日本则疯狂扩张自卫队力量，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默契。这种默契，我个人认为是美国有意让日本填补第一岛链的战略空白，以遏制中国。近段时间啊，日本防卫省正式决定扩张冲绳防卫集团，此外还和菲律宾方面加大合作，搞雷达建设和情报共享。这些连贯的动作，明显就是想对中国形成战略威慑。而此次国家安全战略保障的修改，恰恰为日本当前的举动提供了法理基础。不得不说啊，日本胆子真是不小。针对日本这种引狼入室的行为啊，中俄双方也是终于动手了。就在近日，俄罗斯突-95MS 战略轰炸机突然前往日本海域执行飞行任务，飞行时间超过7个小时。中国方面同样也在行动，在经济领域上，中国拟制了万亿的半导体扶持计划，打破美日和三国的芯片围堵，两者默契合作，一个出钱，一个出力。显然，这是对日本破坏地区稳定、引狼入室的最好打击，甚至可以一窥未来发生摩擦后的具体情况。最后，从个人预测来看，日本如今的密集行动，既是第一波高潮，也是最后的疯狂。因为底牌尽出的日本，无论是对于中国而言，还是对于美国而言，其利用价值都已经被最大限度地榨干了。未来日本能够在中美博弈中起到的作用，注定会越来越小，而时间拖得越久，日本成为美国炮灰的可能性就越大。好，各位网友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